其实很简单，我想跟你赌一把。赌什么？我打赌，你是因为害怕，所以不想回去。我害怕什么？你刚到公司的时候，我们都怀疑过你，但你凭着你的工作能力，打消了我们所有疑虑。后来。 你越来越想证明自己，按照你父亲的意愿，用自己的能力掌控红顶。但我们都知道，你那份对红顶的赤诚没变。志明，现在是红顶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你挺身而出，实现你的价值。但你却因为你的得失，躲在了角落里。这不是害怕。 别再看了，到了这个时候，只有他自己决定的了。我们先想别的办法争取时间。如果他想得通，他自己会回来。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还是决定不回去，有什么对策？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就好。 我回来的机票能不能报？这个恐怕不行。机票这个事儿嘛，得自理。
云总，你醒了？报告都做出来了吗？为什么没有人把资料送到我办公室？云总是这样的，端部长带着小韩总回来了，他们正在市场组那边准备开会。哦，好。 我会在市场部办公室做一张时间表，会把未来24小时的工作安排在上面公示，希望各个部门能够积极的配合。另外，我刚才提到的危机公关协议，会尽快派人送到各个部门里去。愿意签字的员工会加入危机应对小组，不愿意的会执行编外工作。我再强调一点，签字之后。 跟集团失去联系，或者恶意抛售集团股份的，我会追究其法律责任。明白了。好，大家就按照计划进行，继续工作吧。丹飞，怪不得你让我回来，看来你在集团里面。 也真帮不了什么忙。以后啊，我的任务是好好保护你，别的事我就不管了。不过，集团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危机四伏啊。就应看天命吧，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既然我回来了，就没有想过输这个结果。 这不是云大总裁吗？怎么，我才走了这么短的时间，你已经丢掉28%的股份了。看来，你真的不适合做总裁这个职位啊。秦雪呢？她上去联系投资人了。云总，我擅自行使你的权利，让韩志明做市场部的执行总监。 兼任危机应对组组长。没关系，市场部的总监昨天已经离职了。志明，欢迎你回来。续续的话，等着危险过去之后再说吧。今天的情况比昨天更严重。我该怎么协助你？ 云大总裁，现在不是你该发号施令的时候吗？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能力的极限了，韩志明。我知道你一直都很优秀，现在就让所有人都看一看，你究竟能优秀到什么程度。 网络媒体上说，我们和服务器供应商的续约失败，他们把这件事渲染得很大。大家想一想，我们红顶楼下的云游咖啡从来不接受作为预定，那我就不喝咖啡了吗？媒体根据网上流传的假报告，说我们红顶集团截止上一个季度，净资产比同期下降了50%。 各位投资人朋友，在座就有人和红顶集团进行过现金流交易。我们红顶集团每一天运作的资金就已经超过了报告中的净资产。那您的钱从哪儿来的？借的。哦，对不起，我忘了。银行好像刚刚调整了对我们的信用评级，现在我们只能借喝咖啡的钱。 很多的投资人朋友。
担心苏氏获得的股权过大。大家不妨这么算一下，云总和他的丈夫获得股权为32%，而我是6%。只要在座的各位支持，我想我们的股权一定会超过50%。那么，苏氏怎么撬动我？是让云总和她的丈夫离婚，还是让我和云总绝交了？现在的情况大家想必都知道，那我们散会，我们下楼喝咖啡。现在天海市真的还有很多肯卖给韩家面子的人。韩志明利用这层关系找到了很多我找不到的投资商。毕竟韩元仓有几十年的积淀嘛。而且他还能用自嘲和调侃的方式化解了很多很难向投资商解决的问题。看来他真的比我有能力上任总裁这个职位。你别这么想啊，他可能有能力，但他也打借过。只有你是从来没有退一步，你用自己打在红顶前面。我们还要和这些投资人继续接触吗？暂时不用。但是，告诉他们，苏氏对这些股份仍然保持很高的兴趣。如果他们改变主意，我们可以把价格提高到市场接下的3倍。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如果，三倍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就4倍、5倍。我们有的就是资金的优势，为什么扩大不了战果？继续联系抬价，把这些股份直到我买到手为止。是是不懂，是不懂。进来。吴总，什么事儿？我们按照您的意思，把巨人所有的资金做了回笼，但是发现巨人把所有的资金都抵押给了风险投资公司。我们想联系巨人的刘总，但是电话打不通。出去，出去，出去！你定的时间已经过去3分钟，让他们进来吧。下午好啊，三位，坐吧。刘先生，我们希望你确认，你已经把巨轮集团的全部资产抵押。我们将给您编验出等额的89%的现金，按照您的要求打入您的私人账户。同时，我们所持有的天狼集团57%的股份也会回到您个人名下。如果您确认，就请签字。
恭喜恭喜！天浪集团最大股东出现了。还有，你把巨轮集团资产抵押的这件事，我们不能帮你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完全是我的个人意愿和行为，我知道。喝一杯吧。进，我们开始进攻。进，天海市三巨头商战提前落下帷幕。请进。魏总，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刚刚，公函发来的时候，风投公司那边也发布了消息。魏中生先生，柳峰，你好啊。你先出去。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现在持有天浪集团57%的股份，就目前来看，应该算是第一大股东吧。你说什么？授权书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办公室虽说有点窄，但风景还不错。魏先生，怎么了？当然是请你离开了。我现在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任命自己为董事长，再以董事长的身份解散董事会，同时任命自己为集团总裁。开什么玩笑？你看我现在开玩笑的样子吗？我的操作与公司的规定有任何相悖的地方吗？你是想联系丹娜总裁吧？不用麻烦了，我帮你啊。喂。喂。我是刚才跟您通电话的柳峰啊。柳先生正式入职了吗？哦，还没有。可是魏中生先生好像有话要跟你说。喂，戴总。魏总，很遗憾啊。
您确定要站到他那边了吗？把您扶正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费用，怎么看都是一个没有性价比的策略。可是你现在换掉天浪的高层，天浪还能参与三强争霸？这就不需要您担心了。据我所了解，柳峰先生为这件事情做的准备足以能够表现他能胜任这个职位的能力。柳峰，这件事儿你策划很久了吧？你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天浪了吗？当然不是了，你手上至少还有30%以上的股份吧。不过没关系，你握不了多久。资源部和销售部，请进。师彤，怎么了，先生？别看新闻。一阵一阵雨旋风，吹得我心动。草绿色的生命，永远年轻。一句一句大风歌，唱得白花红。草绿色的旋律，永远动听。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